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rian Sir， 今天很高兴请到两位同学 Jackie。 Hello， 我是 Clive， 跟大家研究一下我的和音呢，那个究竟的唱法呢是可以怎样唱得再最准确的。那首先我们听一听那个主音的唱法，我们选了这首歌是 Google 机的大雄主音。自问是未满分，自问是没信心，实在是未够本事，我却要发挥一次，太抱歉你未同意。我要这世界知我对你有几知，一想起都觉自私，说报白我爱你，可笑是你刚刚自知。咁如果我哋唱个和音嘅原理咧，咁我哋其实可以将主音将一个嘅音域系将佢唱高三格。而点样唱高三格咧？我哋睇睇阿 Clive 嘅示范。首先主音第一句嘅唱法系，自问是未满分，然后升高一格，自问是未满分，第二格，自问是未满分，第三格，自问是未满分，而将呢一个音域放落去主音，我哋一齐听听佢哋嘅和音嘅形式，唱出嚟嘅效果系咁。自问是未满分，自问是没信心，实在是未够本事，我却要发挥一次，太抱歉你未同意。我要这世界知我对你有几痴，一想起都觉自私，宣布吧我爱。我哋仔细再研究一下佢哋嘅和音，究竟如果净系唱和音，听起上嚟嗰个音色嘅感觉系点样嘅？自问是未满分，自问是没信心，实在是未去一次，我却已发威一次，太抱歉我未同意。我要这世界知我对你有几痴，一生气。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个唱和音的方式啦。咁我哋可以练到呢个嘅和音，如果准嘅话咧，咁啊主音都会自然会最准确。其实和音系帮助个主音嗰个嘅音准嘅练习嘅啫。我哋今日就讲到呢度，拜拜。休息。咁大家咧可以尝试用下呢个方式去将本身主音。不是，我想问。